好笑，关掉，登录器打开。而且我发现有时候讲话会被他们吃到瘾。待会继续加字吗？加什么字？没有，等一下吧，先你们就继续打，啊、看到就跟他们讲一下好笑的地方而已。我也想是要下去还是上去呢？好，长耳兔有什么？不要给我什么兔肉汤哦，妈的！有什么什么长？叉叉长耳兔好不好？Oppo 有雷电石板吗？还有了吗？他刚刚说他问说还缺不缺啊？哦，刚想缺爆啊！缺烂啊！哎，你们还有继续再开吗？有啊，因为他们有吧？哦。反正有哈，我有，然后因为我也在开，那我们就不断了吗？开的就在这边吧，就在下去啊，还是要下去？哦，下去也可以啊，你下啊，不，你下去啊，等一下，就下去好了，对对。哦，帮宝可梦想名字，鬼系通马桶哦，是啊。你不是鬼斯通马桶的好吗？啊、梗鬼耶、欸！对，那你就梗鬼了。不然你是梗鬼斯通马桶。梗鬼斯通什么东西？我知道你有两只硬要退化、欸。哎、欸，你三只都有哎、欸。梗鬼斯通马桶。对耶。对啊。哇，你一个名字全包了嘞！哇，不用想，真的是这个了。啊，可拉雅蒂娜。那雅蒂娜也可以啊，拉雅雅蒂娜，拉雅。来哦，那我就画面上这几只大家来想了，直接叫观众想。哦，沙丘，哇，你惨了，哇，你惨了，不是要取吃的吗？都可以吧？我觉得吃的太难了，我觉得可以通顺就好了，可以通顺。好好好好好。对，我有什么绿豆沙丘啊？绿豆沙丘，沙丘，你要开始取名了是不是？啊、我已经想好一个了，超顺的，鬼斯哎，跟鬼斯通马桶，怎么都有？你再继续啊！哎，不要让改。我想到一个很棒的，帝王拿波提甜甜圈。哦，很丢弃，太棒太棒！那、啊、我这边有、哦，我这边有好胜毛谢尔啦，我就好胜毛谢谢你了。我没有可达鸭啦，哪边看可达鸭了啦？请取我有的。五 V， 五 V 出来了，恭喜！可达拉崩巴鸭，崩巴拉鸭，好烦！我知道，我知道，我叫暴食龟苓膏。哦，龟苓膏，你要不要咬咬龟龟苓膏啊？咬咬龟苓膏也可以耶。东西了，不能再其他的了。你说我刚刚打那个不行吗？太危险，其他的很危险哦。那我可能可以啊，是最稳妥的了。
有容奶大奶罐是什么东西啦？奶大奶不是奶大奶，有容奶奶大奶罐。有容奶大奶罐太强，好饶舌哦！我两个大欸，大冰牛跟大奶罐。观众在那边辛苦拉普拉斯，辛苦拉普拉斯，烦哦！你不是啊？你这样所有语字词是拉的，全部都可以接这个啊？对呀、啊，我就觉得你是在搞笑的、啊、普拉斯，真的，好了，不要搞笑的、啊、普拉斯。猫老大鼻鸟，猫老大奶罐，啪嚓海胆，不，啪嚓海胆怎么想啊？我没罗，不是我没罗志祥，我没肯泰罗啦，罗志祥。有刚看的观众在讲，我没肯泰罗啦。啊，古月鸟有什么？我想想。完了，我就想懂力孤神拳了。没懂过力孤神拳，好烦。一不可以色色，好耶。一不可以色色，色色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可以啊，好烦哦，你让我好乱哦。我觉得北斗力孤神拳可以。我觉得北斗力孤神拳强耶。啊，耿鬼有没有更好的、啊？耿鬼哦，被清掉了啊！我知道，我知道。古月鸟叫做杜姑月鸟，哎、欸，好哎、欸，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直接睡着。他海胆寿司，好吃哦，哦，好吃哦。好了，我一个命名好了。快龙什么啦？太便宜了吧？我快龙太便宜，100块龙。那重复一块龙就好了。一块龙，100块龙，一块龙，我觉得比较好，我觉得比100块龙好笑。我建议30块龙，30块龙，30块龙也不错呢。我帮改30块，30块比较有梗。哇，哎，极具巢穴的大头金王，真假的？要看多大吗？我点不到啊，北西哦。太黑了吧，这太黑了。自己，小雨来，小雨来。来了，我来了。减一，减一。在哪里？哦，在这。哎，来来来，让你们看看我的。什么东西啊？怎么都看不到啦。所以我才很期待啊。对。很期待，几句话会变什么？这是什么？哦。啊，你应该跟他比大小的欸，应该拿小雨，应该叫小雨比大小的。你要拿我的那一只？对啊。不行，我要拿我的帝王拿波提点点圈给你们看。闪电鸟不生蛋。哦，鸟不生蛋。鸟不生蛋。所有的鸟结尾都可以是鸟不生蛋的、欸。哎、欸，是啊。我用一个鸟不拉鸡啊，好不好？闪电鸟的确是没办法生蛋啊，没错啦。那也是啊。哎、欸，流氓熊猫可以取什么？流氓熊猫团团啊！流氓熊躲猫猫。我是流氓。你看流氓熊猫团团躲猫，哎、欸，流氓。我想我把熊猫团团躲猫猫，超长的。熊，哎，长啊。阿粉就叫流氓熊猫团团好了。好了好了，就熊猫团团，反正他是基本还是老板，根本没差。嗯哦，好爽哦！一个金冠，一个银冠，好好、哦，我没有金冠，好好哦，我没跟到，好爽哦，好爽、哦，随便丢了，财源财源滚滚滚，财源滚，哇，那可以赚很多哎、欸，我觉得这好棒哦，他说不良挖土机。土鸡好危险哦！你是不是乱挖？你那个挖土机是不是在那边乱挖？好危险哦！这样我到底要用土鸡还是挖土鸡的？到底是哪一个呢？对呢，偷鸡呢？哦，那个是什么洞？你放出了暴食龟苓膏，龟脚脚，来了来了，哎呀，好烦哦、喔，嗯，好累啊、哦，你要龟脚脚吗？
好像走吧。我刚刚是利欧，哎 ，Binacle， 利欧，跟鬼灭之刃。我终于可以用阿尔宙斯了，恭喜！感谢 BOBO。你就是阿尔宙斯布拉西啦，布拉西，布拉西，阿尔宙斯十八，阿尔宙斯。我明天给观众想好了。烈剑音不应该，所以他说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他做错了什么？要这样骂他？好惨哦！哎呀，好累啊！今天到底要这样子笑几次呢？对啊，这主题太棒了，真的！哎呀，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再下去，等下没办法玩游戏啊！好哟。白痴啊！低俗啊！对啊，我家楼下挖的仓库都放好了，然后全新也都开了，什么弄弄，就我现在箱子有一半开不了，因为是低俗的领域。哦，他太离线了。这我的箱子哎、欸！他离线了，他离线了，他离线了。哦，他刚离开。低俗巴拉西。他刚离开我，真的太是。什么利欧路人甲，白痴啊！好惨哦。没有没有，我是要想路卡利欧啊，路卡利欧气爆棚啊！好哟，很厉害哦，看起来很棒。路卡利欧洲人。有啊，路卡利欧洲。猫老大便没洗手哈。我这是猫老大便没洗手，我自己想的。我刚刚想那个鸡蛋布胖丁，我是胖和丁。人鬼话连篇。鬼话，哎、欸，好适合、喔，好像不错哎、欸，好像很适合哎、欸，哎呦，不要中间加字啦，不要把他的名字切开，不要，对呀、啊，可是我这低猪爸，我想叫他低猪拉爸哎、欸，低猪拉爸还行吧，可以啊，可以啊。所以这个我只能等到迪叔上线才能对他解对啊，杰克你没有那个吗？我是可以帮了，等一下，好，拜托，因为他卡，我要开最高险阶啊，他卡了我半边的箱子。哎、啊欸，我怎么在里面会遇到怪的、啊？会啊，有鸟吧，鸟飞进来，我进来干嘛？哎，送，大家送，是有人栅栏没关是不是？对，我看到一个栅栏没关。我进来的时候就没关，我想说你们现在不关是不是？我帮你们关。设备。你要叫？关到了。传送都到地洞里。随风球啊，叫什么？随风球球。求求你。拔出。随风球球你。随风求利，求你吗？就是随风求利。IV 有，我去，随风求，这叫什么？我想想，哪一只啊？陪你想啊。我们先挖黄，我没有路亚路杀啦。哎、欸，可以的，感谢。没。哦，你们这边在打我没有的宝可梦试试看。
只是把他们查到的贴出来。我觉得是啊，你们去那个训练家那边打，不要来这边打。我想想，蚊香挖黄。火箭却不是我的啦，买孤单而已。随风求职网站。求职网站。听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个网站。我看到一个飞天螳螂牙棒。痛好像很痛哎、欸，超痛的。改掉。太难想了啦，利欧利姆路。白痴，利欧利姆路。白痴，太远了。太远了。烈咬路杀，刚刚有观众听我讲，我讲成路亚路杀。路亚路亚。哦，热带笼中之鸟，好，好吧，所以它是笼还是鸟？到底是哪一个呢？它是鸟中之笼。哎要蒙大奶罐是不是？好，蒙大奶罐。好，那不然这只就叫蚊香蛙，皇天不负苦心人，超长。我觉得不错。随风就带呀！啊？随风就带，就带，就带。他名字好长，完蛋了。哟，天下太多了。好，那我先叫他路人甲，反正他还没进化了。谁叫路？地妖路人甲。嗯，妖修哦。阿迪少，你要起我好烦啊！然后谁谁当然哪一只宝可梦是 Garena 是怎样的 ？Garena 啊 ，U 开头的吧？看我听错了、啊？哪里？啊！好，我取好火火精，火火精叫火火精呀！火火精，哇，他很惊讶哎！哇哦！哇哦！那惊讶叫声是吼吼。怎样？偷窥假鸟？你那只鸟在偷看什么？偷窥假鸟？哎，不是偷窥假鸟，听起来很不妙。我到底在偷窥什么？他是很假吗？还是？这蛮好笑的。鳞甲龙好像不好想。你就。玛丽露丽，百变怪叫做一百变怪物，一百变怪物，你看一百块就变怪物吗？来来来，哦哦，林家龙胆十分，就这个了，很强哎、欸！阿比兽怎么那么难？阿比兽了没啊？乔治，那还好啊。一堆什么兽下有成啊，兽什么的、啊，阿比兽不下来。阿比兽，卡比兽不了了。嗯。有什么？阿比，百变怪叔叔，百变怪叔叔，那个听起来很危险，真的很危险。你每次看到他都不一样，太怪怪的。好啦，还寿司店呢？卡比寿司店。对啊，卡比寿司店啊。卡比寿司店吗？卡比寿司店感觉可以。好棒，信用卡比寿。啊，今天点什么没了？吃完了，没了，我吃完了。啊，下一个胖哥丁。哎、欸，不是，哎、欸，这个林。
林甲龙真的很棒，有人说前台中市长林甲龙。对啊，他就是你多少东西要用到林甲龙的名字的、啊，他就是谐音用这个啊。他兼职很多呢，要不然你就写汪家的女仆龙啊。汪家的女仆龙，哦天哪，好玩。他比索罗尼真，他是谁啊？索罗尼吗？完了，怎么办？我想用这个了。比索罗尼。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哦，破卡比索罗尼。哎呦！哦，谁还有还没想的，可以先讲一下。我要娶玛丽露丽很难耶。玛丽露丽，大家集思广益哦。你就玛丽露丽，就回到那个啊，录结尾都是路人甲什么的。他是立结尾啊。立结尾。对，立结尾。玛丽露丽不重新。我知道一口罩。玛丽露丽，剃口罩。啊？立体口罩。立体口罩。立体口罩在哭是不是啊？在哭是不是？还跟谁在那个戴立体口罩？哇！小雨每次看到一次，他再一次他就生气一次，我就累死你。我就是看到他，我自己让他去死。所以你要娶林佳龙了吗？那我的胖哥一定要跟你娶了。没有你娶我只是林甲龙单实派。哦，好吧，想说有人观众说什么胖哥定个手中。我跟你搭。好烦哦。哦，五星的这只应该是雷伊布吧？有没有人要？不要，但我想要撑。但我要撑烂。DP， 你加旺该还没吧？加旺刚好。对啊。耶。然后撑起来，可是我老板受伤了。你每次都受伤，你哪一次是全血过来的？我刚没有回家，我就先回家再来。我用这只，我用北，哎、欸，这叫什么？北斗，想不起来的，那叫什么？北斗丽姑啦，是不是？北斗丽姑神拳，北斗丽姑神拳。我没有播客比，谁在打我就崩掉。没有啦，开玩笑。玛丽露丽的平行四边形定理，我都太长了。你的平行四边形定理啊？谁啊？没有在查那个造词网哦。玛丽露丽子。玛丽露丽子很棒耶！我要。我觉得丽子可以呀、啊。玛丽露丽子很棒耶。那有没有什么国是武松的、啊？对，他不怕的，他不怕的。好棒哦，好棒哦！国师武松蛋瓦斯。哦完了，我不能用制裁光。那有谁可以上蛋客？你想一下。什么东西？三。看一下，三是什么三？不是有那个火系什么三的吗？巨碳三。巨碳三暗客。巨碳三。对啊。要去登山两个，好烦！他讲的名字都好精彩啊、哦，好赞哦！哇，我去查一下。那个阿尔宙斯怎么没有改名？肉肉精死了！我还没改啦，我等我明天啦。肉肉精倒了，你怎么知道？肉肉精啊，肉肉精死了。我看卡着，有了。水晶灯火铃兰花。哎、欸，不错哎、欸，刚好你可以用哎、欸，你就是他，他就是你的主力了。用爆开场就是他，你会舍不得他死哦，明枪，宁可关游戏也不准他死。那你要他设尾啊，设尾是蓝色鬼火哎、欸。是啊，他的火是蓝的。对啊，很棒哎、欸。抓了吧。抓了啦，抓了啦，养了啦。所以用那个杰克那个徽章是可以换。白色位置直接换了，对啊，这五个换一个
收容器回来了。哎、欸，白痴，我收容器的三四等哦、喔，对不起。收容器，太尴尬了。收容器，你在雷哦、喔。收容器。你太瘦了，对不起。收肉精在雷。哦，哈比收肉精在雷。哦，我加收你在雷了，哈比收肉精在雷。哦哟，我怎么还有一只水箭龟啊？这个龟不能再叫龟苓膏了啦。就水箭龟壳花。龟壳花。他把你叫水箭龟仙人。水箭龟仙人。龟仙人。换自来水箭龟啊！哎，自来水箭龟，加油！我在努力拍摄，有没有感受到？有，瘦肉精在拍。哎、欸，色尾，色尾，色尾，怎么会做过这个色尾？我头上一只色尾。那我的找王就叫泥沼王。泥沼王。Hello， 泥沼王。Hello， 泥沼王。打个哈欠好了，不要打我了，下去了，下去了。啊，还是叫大家早王，大家早王，大家早。啊，我猫猫早啊，爆开啊！我一张满了，算了。哇，西施海刃要怎么取？哎，抓到了！哦，头上有一只豆豆哥，还是姆克尔？姆克尔？姆克尔谁要？飞行器出现一个我要的。哎、欸，暖暖猪过来。嗯，不用，我不用。是来。哎、欸，所以杰克是雷吗？我是雷。那你要是雷，杰克你在雷吗？杰克你雷。说主电犬吗？不用，我自己。不是，哎、欸，刚刚那个、啊、雷精灵。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就有一只啦，我已经练完了。哦，好。哦，我旁边村庄看到了我。耶，村庄。小雨哥哥，哥哥，再见再见，拜拜，去上补习班了，拜拜，好，拜拜，没有啦，火箭却不是我的主力啦，这个没有一般系啦，拿来孵蛋而已啦。骂他一下，骂他一下，这个村庄人都不读书啊、哦，又是个不读书的村庄，还有傻瓜。难怪你们不读书。嗯，有了吗？到了。小山猪耳朵。嗯，我是那种大鼻鸟。哦，哎、欸，暖暖猪小排听起来很饿哎、欸。好好吃的感觉哦，好可怜哦。要被吃了、哦！他，你是不是养了他一百天？哦，天，Holy shit！ Holy shit 是这样。你抓到了，是有点那个，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嗯，有时候做东西做什么事情都会延迟一下。对啊，是我跑太多图了吗？你是用飞翔的吗？我是用传送的。哦哦，那难怪。嗯，完蛋，这是暖暖猪，特工最低。没事啊，东西都可以洗。是没错。当几家？贵重的啊！等一下啊！加减练的呢？先练个有几只可以用的吧，不然大家在打什么都跟不上。还行，老板76等。阿比，慢慢再练。还是我用慢慢飞的早。嗯，建议这个比较好。嗯。上次阿旺就是一直用 TP 顺 TP 顺被杰克制止，没有啊，他没有随机传送呢、啊，有啊，对啊，可我一直用，可是他还没制止过我呢，他不是讲我吧？他讲你啊，他说建议先不要这样子顺，有啦，嗯，因为我没有听到啊，哦，好吧，你那时候没意识到其实在讲你，对，
我在吗？你在啊？什么时候、啊？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对。我可能不在位置前吧，因为我自己有在疑虑这一点的，但是我还没听到，因为我听到我就不会用了。哦。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嗯。啊。大鼻鸟受伤了，那跟卡比哦，卡比鸟受伤，对不起。流氓、啊、流氓熊猫团团，我没有，我已经取这个了。我们一开始他一开始是这个的、啊，不用取了，已经是了，已经是了。对，他走在我们的时尚最前端诶、欸。想不到别的，那有没有好笑的、啊？好笑的。我说我的大鼻鸟啊，还是大鼻鸟比大小。比大鸟，比跳比，大比鸟比大鸟，大比鸟比大鸟，演武王大陆啊，王大陆，哦，草草松板猪五花王，哦哦哦，太好吃了！哦，暖暖猪系列就是一个好吃系列了，感觉好好吃哦。还好我的大奶罐没有，是只有奶罐的，没有牛。啊，哔哔哔，汤有。这样子的话，我用飞天螳螂赶路好了。啊，奶罐水泥车，水泥车。嗯，我记得取我叫什么？看一下啊。哦，萌大奶罐的。萌大奶罐。对啊，萌大奶罐啊。只要我觉得可以。对对。他这么萌，路卡迪叔，什么？哎，小球飞鱼耶，哎，我干嘛去了？大奶罐香肠。哇哇我可以哦，有故意打错字，我觉得不太妙，故意打错字，打成用，哦哦，报应没有收不到。IV 哦，好像没有高，没关系啦，新冠啦，属性的位置给他了啦，来自会问冠宝沙丘瓦铃兰绿豆沙丘瓦，不是铃兰哦，没有，因为想说用奇数的比较好听，偶数的好难听哦。有奶油啊，香肠，天啊！新的村庄，来，你们继续想，什么叫好笑的？那格斗系的你们都可以讲一遍。格斗系的什么？你要提前是不是？嗯，没有啊，因为当初有人问我说预计要抓哪一只，我说没差，反正格斗系的都可以预先想。叫大奶冠名香肠，冠名大奶冠名香肠，大奶冠名播出。这里的村民也都不读书，你真巧。卡一下，卡一下。嗯，欸这只是不是？这是什么？
要放生吗？比如说读书的九娃进化，你怎么读这种书？你好像有点大，压到我的压力板了。这姿势不是普通的啊，沙宝仪，大概不是神兽吧？忘记，哦，是异兽哦。想说记得它比较特别。哦，自杀宝具动吗？不是孵蛋。哦，对。想说它孵的有点久。嗯。为什么这么多留言要审核啊？就打大奶没办法、啊。好了，大奶大奶够了，大奶够奶够多了。所以现在气势头的爱是还会不见吗？哦？哦，他是说只有打集聚会不见，可是他那个对那个有说看要不要关掉也可以，关掉这个哦，对吧、啊？先不要弄，等他回来再弄。嗯，好。有没有让他打哈克隆？来了，这应该是哈克隆，对，来帮你鉴定。这好难哦，爱犬狼才女吗？没错没错，是哈克隆，是哈克隆。四星哈克隆有没有人要啊？哦、oh, no. 你竟然说 no， 我要去蹭一下。我很忙，我现在在想名字。铃兰花，四杀宝爷爷，你怎么没感觉？四杀宝爷爷，你怎么没感觉？四杀龙哦，我好像没有可以克隆。妖精龙，没有龙用什么打？你就用老板啊，老板上了。龙哦，冰龙妖精啊，冰还没进化。自杀宝爷江西米露，好了吗？走喽。好，走。电子音的，哇，电子音，电子音，快爆了，电子音快爆了。用翅膀攻击，拍他一下。猫老大便没洗手，看到没有？蚂蚁想要哈克隆，但是没找到。好啊，好啊，走啊！我都还是电子音，电子音。喂喂喂，喂。啊，机器人一天的，帮蚂蚁抓吧。哦，抓是不是？对，抓。哦，抓到了。下两下，三下，抓到了。你要按钮吗？蚂蚁。哦，好。来，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啊？公，我是公的。母的啊，我在这也是母的，可恶啊，24%。我们看他几趴，看一下。哦，一样24%，这是真的是最尴尬。不是啊，不是几乎会一样吗？还是上你们测试也是不一样、IV 值好像会一样，但是个性那些会不一样。哦，性别跟个性。24%，母的，浮躁。蚊香勇士馆长。哇，他很惨呢。啊，如果他想要收集给他。有事观瞻哦。自杀宝也好难取哦。自杀宝爷爷，你怎么没感觉？好惨啊！宝爷爷爷爷爷，自杀宝耶稣基督教。啊，总话，你信教吗？你要不要来啊？自杀宝，自杀宝耶稣，耶哦。我觉得好难取哦。哦，
四杀宝爷哦，哇，不好想哎、欸，这是神兽吗？对啊，哎、欸，我看呢、啊，火跟水看起来很像神兽，是谁啊？太黑了，好像不是哦，哎、欸，对对对对，他是。四杀宝爷奶，他是三骑士的四杀宝爷将官神兽有没有要打？打，他是什么属性、啊？水火，火水，哦，有火有火有水哦，然后大家挑战，那我不需要了，火水，老板上啊。你喜欢动物吗？走、oh. 了、嗯，好，电影版出现，他不是三骑士吗？叮叮叮叮，四杀宝爷香咖喱，四杀宝四杀宝爷耶诞节快乐。耶诞节快乐！耶诞节快乐！不然就刺杀宝耶诞树啊！还是哪？等一下，是谁？还是谁？你到底是哪一只？好困扰哦！你可以抓两只啊！啊，那的，他不是有那个吗？超能力系耶诞树也可以一起用啊！一起，两个同样名字，同一个名字。哇，他好帅哦、欸！对啊，他刚跳走啊！他不是弹的。他是那个脚，那个上面那一圈好像可以喷气哦，往下喷。那叫什么？九头蛇吗？那个 GTA？ 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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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皮不是杀宝爷，是杀宝爷爷您回来了。是杀宝爷之米西米露，爷香西米露。是杀宝爷露杀人。酷啊！哇，真帅啊！哦，他越弹越远了呢，他越跳越卷了，他只往外跳哎、欸。我是想偷偷跑掉啊。嗯，补个血。又开盾，又开，又开。那种什么雷电拳啊、火焰拳，他是特攻吗？物理吧。物理哦，至少我的暗影拳是物理的、啊。你可以看他、啊、那个，到时候你出去看你的招式上面会写，哎、欸，你先看就看得到啦、啊，在伤害的上面。对，你先看你那个就看得到了。不是因为我没有学，哦、我这是物理，我不是、啊、物理，我不是沙宝爷，我不是沙宝爷，我不是沙。你是谁？他跟椰蛋树，真是沙宝爷！哎呦，波尔凯尼恩，哦，对，我是沙宝爷。你到底是不是你？你是不是？真的很好笑。是不是沙宝爷？跟鬼话连篇，鬼话连篇，跟鬼话连篇使出暗之作用，他到底是要用讲的还是怎样？结束了。哦，啊，金色王冠，耶！我也拿到了，恭喜！第一次就跳出来了，哇，爆了！哎。哎、欸，我的金冠！哎、欸，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看到了吗？我贪心隶属，贪心隶属，贪心隶属。可是隶属不能这样啊！哎、欸，你们刚刚缺了什么？我金冠哦，我有看到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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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在这里。我要去下厕所。我回家。应该还有其他东西，但是我没有记得很清楚，我只记得金冠。我也不记得，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还捡？
欠揍哎、欸！这个人哦，但如果有人丢出来就不要，我就想说剪一下了。不是不要，来不及，来不及要。我在找今天修姆身上很多那个干涉，他在为我们将来做考量。你这样对他，哎呦卡，像尖刺，剑宝四杀宝叶，哎，什么？哦，不要糖果，直接喂一喂。哦哦，你也在这？对啊。丝绸之处的书哎、欸，也可以。翻到一个丝绸之处的书，看到左边那一整排的名字都觉得好长。哎、欸，我两个食物哎、欸，不良挖土机跟暖暖小猪排。你的挖土机是食物？我是打土机的土机。Oh. 有徽章。等一下，观众说还有徽章，还有徽章是哦，怪怪的哦，其实不能怪他，他应该不知道他拿到了。对，等一下有徽章，他们讲的我不知道，他重叠了，不是啊，我自己的徽章都花光了，然后我身上也没你的徽，捡到任何徽章啊。那观众，观众你们这样子有没有看歪、啊？难道我的吗？我刚离你超远的哎、欸。还是是我就不知道了，算了没关系啦，还是来了一点点再打就有了。嗯，反正他记啦，要注意团心隶属啦。对啊。哇，我们有一个迷存节，一个团心隶属。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什么？爱诺球，这一只就不要学催眠术了吧。你如果是真的要直接给他死，就不用学了、啊。哦，贪心隶属色尾。哎、欸，他记得色尾吗？对，他是有徽章、哦。红介香，没关系啊，没关系的。他粉红色，他纪念吗？没关系啊，你要啊？你在抓是不是？哦，我直接撞上来。嗯，你要是不是？没有啊，你现在也来不及，你要先抓。对、啊、我就抓起来哦。看你要不要、啊？你抓、啊，你先抓起来嘛，给团团也可以、啊。有抓起来，抓起来了。哦，好闪亮，好闪哦。恢复自己一半血量，恢复由天气决定。哦，心力属物。怪果实。哦。哦。所以嘞，没有，因为我按到那个地图切换一二的快捷键。嗯，哦，好的。波龙巴鲁，螃蟹走开。你是又在？哎、欸，你在打指令给我是不是？我已经对，已经把它压缩了。啊，压缩档。这个到底？到底？什么？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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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你把徽章放在胸口怎么放的？哎、欸、哎、欸，对了，你怎么放的？它可以放在衣服上哎。可以合上去吗？是怎么样？是不是？不是，是直接穿上去。他直接穿哦，衣服要脱掉是不是？对，衣服要脱掉、哦。他穿胸甲是对啊。对。我手说在放在这里的。然后，我刚想说奇怪，你的胸口怎么有个很特别亮、很眼熟的 logo？ 我还要。别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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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乖。Right. 是要学吗？安心隶属来宝。终极吸血换掉，也是啦，这也是吸血，这也吸血啊，这个换掉。可是他这吸血不会，这不是伤害招啊，回血而已。美丽花惹发，那叫发发哎、欸，有哎、欸，发发也是哎、欸，是发发，这是发发的取的，刚好有发发。刚好发发有啊，哇，好适合哦。对啊，它很多花哎、欸，美丽花惹发，妙啊花惹发也可以啊。贪心隶属条，
我滚不开。挖草。哦，哎、欸，我觉得这也不错哎、欸，闹事大宝爷，摸摸菇浓汤，哦，好好喝哦，哦、oh. ，好入草。木木小蚂蚁，我还是放出来。暖暖猪小排，哦，看起来好吃啊，还可爱。要、yeah, ，这是我的。好吧，这个反正。恭喜，好事，谢谢你。不要跑，不要跑。哈哈，是这样对不对？嗯。还有，那一个人。哎、欸，图书馆管理员，大鸟，我进去。第一档，九十等了。他是美丽华尔发。好笑。哎、欸，九十等以上，我该喂热才对。嗯，你说直接喂糖果？对。哦，怎么那喜欢用去？好笑。冠，我要是金冠。鹅啊金冠，鹅啊金冠，鹅啊金冠。妈的，说厕所。这白天啊。冰水性，刚刚是什么？幸运二，没用的家伙。去练的下去，先去哦。最后一个颜色的啊，阿普也是急的。嗯，总觉得今天好像真的比较卡。嗯嗯，到底。到底快释放！哇，蛋太多了，哎，孵蛋就孵蛋的。你一颗蛋是多少？也是6000吗？我不知道哎，他怎有办法看吗？斜线 egg 啊 ，egg 然后 tape。嗯，斜线 egg， 然后要选你要的数字，第几个？有吗 ？egg egg 吗 ？egg 然后 tape。Tape，TAP， 嗯，有吗？然后打数字 ，EGG 空格二没有啊？没有 ，EGG Tape，TAP，B 吗？啊 ，Tape，Tape， 按 Tape， 按 Tape， 哦，那个 Tape， 哦，6000对，嗯，好，红牙入四入耳朵里。脚上的毛吧，像没有书，没有图书馆管理员的，攻击期许应该留着。对，其实可以，我这边也在想要不要瘸子杀破，好像，嗯，像没有图书馆管理员了，好吧。吃海胆肉，就学会好了。这附近有一只，感觉应该留着。超级吸取嘛，终极吸取。哦，那沙尘暴，沙暴这个感觉好像还好，虽然很硬啊。我知道啦，不要提政治啦，不好。就好了，这里又有伤害，又有可以吸，那个是只有吸。可这个吸的不多，啊，嗯，高帕路翁，哦，那收成长得好快，又是大地石板，火焰石板，什么古代王冠？哦，高价收购，好、哦，嗯，
特防又吸血，然后这降低对方特防，这招可以换。哪一只啊？新的我都超不熟的。哦，黑鲁加贝俊。嗯，黑鲁加贝加就好了啊，有黑鲁加贝加就好了、啊。现在要配合十四级，我觉得加贝俊比较有趣。哦，可是没有，这我不能用啊。对啊，所以他们一直提到我们没有的属性，只是讲好玩。对，拉鲁拉斯哎、欸，哦，一星而已啦，是团团的。哦，那我打吧。去练等了。嗯，练等练起来。哦，这里是不是有王啊？看到火焰，哎，不对，火焰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他只是喷那个喷火而已，不用理他。啊，按刀不舒服啊！这里的搭配。好像可以哦。啊，好了，就这样子了。好，超硬，就这样。哦，我有在想要不要弄一只超硬的。你的流氓熊猫可以吧？流氓熊猫，我忘记它的特性了。啊！啊，不丢你。挂了啊，好可爱哦！暖暖猪小排进化成草草猪哦，猛推！果然有三星八大碟，啊、哦不，五星啊，对不起，五星哦，五星，等一下，对啊。那你等一下，甘蔗我就过去。等一下 PP 我，等一下再 PP 哦，我先回家，我先存东西，我怕有松鼠来偷东西。怕松鼠，你先存一下哈。啊，我老板怎么烧起来？老板你怎么了？你怎么中火？我先回家一趟。对，我们先。我要改，等一下再改。这猪小排其实听起来很可爱。哇！让我逃跑啦！哎呦，我觉得招式机好像真的就这样了、欸。这一代的招式机好像就到这样了。嗯，还是可以踢再说一下吧。啊，你要踢我？踢踢踢！音乐那边的，哎、欸，啊，不是我这里啊，不见了，不见了！哇，他怎么那么惨了？我觉得好可爱，八大碟，没了，对啊，魔星啊，无声，更有声，魔星、啊，你玩玩，咔咔咔咔咔，咔睡觉的晚安去困吧，爱困去困，去困，嗯。先看哦，吸的好不吸哦？有办法把我整队都换成吃的吗？好像很难，感觉可能可以，但是可能有些菜名你是没听过的。对，对啊，熊猫烧肉盖饭。哦、流氓，我都是糟肉盖饭的、啊。可是这种就是感觉就是硬凑的，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笑。可是流猫猫配吃的好像很虐、欸。对啊。对啊啊！流氓熊猫耳朵。啊！流氓熊猫耳朵，好像可以耶、欸。好像什么？嗯。你要什么啊？地幽鹿，可是之后会进化啊。进化再说啊。进化是杜卡利欧。杜卡利欧鹿啊。杜卡利欧鹿。
绕口令呢？攻击的好像是，嗯，还是算了啦。可是其实猫耳朵，因为其实我觉得神话团其实蛮好笑的，而且我本来就叫他老板的，所以对啊，那你就不用改啊，就好像不要硬凑好了。嗯、对，跟开车一样，硬要去讲就不好笑。嗯，不要限制太多空间。对。怕我慢，裸舞。哦，这只居然可以学这种招式哦，水军啊哦啊！来啊，水军哦，等我一下下，我还得打钉个洞。不要撞我！不要撞我！不要撞我！叫你不要撞我！喂，哎，路卡利欧牡丹，可以，给过，进化我再来改。水晶，啊，在那里啊？音乐呢？音乐，我这边。第一款演武王。水系没有，我们现在可以 TP 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在顾这个时候还要 TPA 出去，比较麻烦。对，对，对，然后好的，是不是沙宝爷？是，他说到水罩说，对，我是沙宝爷。好，哎，好好看哦。我觉得可以耶，路卡利奥瑞奥，奥瑞奥，奥瑞奥，北斗神拳，哎呦，北斗神拳要下去了，哎呦，快对他说一句台词，没事，没事，你说你已经死了，对，没有，对，我已经死了，你说，对，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还没哦，我还有三十。对，你快死了！哇，太长了吧！路卡利欧西里斯的天空龙太长了啦，可以取这么长啊？水克地面哦，真的假的？对，哦是哦，哎，水克岩石，我有路卡利欧，我有路卡利，我有路卡利，啊，虽然躺在地板上啊、哦，等一下你们是看到 BOSS 开始取 BOSS 的名字哦。水军，小桥流水军，啊，被弄下去了，你死了，啊，我已经死了，对你真的死了，原来那句话是对你自己说的，加油，加油，阿波路卡利奥，阿波路卡利奥，哦。他等下是不是要直接开第二次盾啊？直接秒开吧，不知道三三会开吗？对啊，应该会。对啊，不要用日文啊，想太多了。哎呦，啊，我会。神拳加油，神拳！我撒娇一下，啊，按错了，这按撒娇白痴哦。血败了，哦！啊，北斗神拳差两滴，两滴，两滴！哟，我还没死，我三滴。可是有冰雹，冰雹不是会持续扣吗？哦，对你死了，下去了，对你死了，刚刚是要死爆了，他刚刚直接对你说你死。你死，你就是死了。然后你在旁边说：“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死。欸”哎，下一秒就死了，不是下一秒就死了。对，不要了，嘴臀君，不要待中间了。
哎呦，不，水豚君，直接隔着盾打爆他，哎，十二趴，锤死他，八趴，锤死他，六趴，哇，打爆他，冰雹停了，电光一闪，啊，冻死他。他爆了，逆鳞倒下，金冠，然后，哦，又个金冠了，又和徽章哦，我看看啦，哦，徽章，徽章金冠哦，X A 咯，金冠银冠都有哈，爆了，美的，美丽欧陆啊，爆了，爆了，快开水军，还是水军呢、啊？哎、欸，大水娃，打铁，打铁，打铁。打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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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谁丢的？为什么？狡猾栗鼠吃太多了，不狡猾栗鼠，贪心松鼠，贪心栗鼠，贪心栗鼠，贪心栗鼠吐出来的。对，你是吃太饱，它跟哆啦 A 梦嘴巴一样。灵魂沙、啊，贪心栗鼠是不是你？他吐太多，吐到灵魂出来了。谁丢的、啊？哎，你是不是灵奇？哦，经验糖果差耶都喂。我是不是应该把闪电鸟也灌一下，把等级灌上去？神兽就直接灌了吧。对啊，神兽你也没得练的啊，就只能灌了啊。对，大奶灌的啦。奶灌的，大奶灌的啦。是哟。来吃经验，吃经验，吃经验。那你下去，下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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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你不要走啦，老板，老板喂你吃东西，不要跑。慢知识，喂你吃香菜啊，香菜，香菜，吃吃啊！看穿哦，使对方容易失败，完全防住队友的所有攻击。老板八十二，想研究怎么装模组，没有这种，这很简单啊，这么简单的。要我是第二排，好胜蟹黄膏哎、欸，可以，虽然我没吃过，蟹黄汤包吗？蟹黄汤包好像，这个我吃过，我觉得这可以。命中率只有五十，这有点……对呀，九十都打不到了，你五十打什么？又是洛丁鱼哎，不有，放生他。这个我觉得这是有点硬熬，不良挖车没人。神奇糖果。啊、我家就有，刚才出来用，奇怪。好了，八十七等。等一下，我绿色的绿色梦妖，暴死。对，不是，刚刚看到波波从我面前走过去，他不是在录影吗？装开嘛，因为其实刚刚杰克小雨都有动一下。我想说他不是在录影，他之后从我面前跑过去的。未交劲，是什么？八戒。
哇，这也是雪地。这个版本雪地有村庄吗？那比较水平哦。我听到有人在微波的声音。叮！哇，这个模式。谁？是团团。我在微波他神奇宝贝。对。他还在练等。叫胖嘟嘟小香肠，嘟嘟好小香肠。我、哦、好饿哦！胖嘟嘟好小香肠。哦哦，太难抢了啦！这个梦要不要吃哈密瓜？梦要不要吃哈密瓜？要不要吃哈密瓜？要不要吃汉堡？多龙哦，多龙还在抓抓那个属性比较好多，抓不到。胖嘟嘟好小香肠，我把另当就好了。胖嘟嘟吗？对啊。滚动。幽灵系。哦。对，哎，滚动。我操！哦哦，繁星滚动很好用，是不是？他们说要先用变圆这样滚动。繁星，你看我。哦，是哦，你看我在家吗？对不对？好，嗨，我在头上，是不是？那去，那下来会怎样？还在家，对不对？在家，在家，在家。哦，那没错。小泉石，屁嘞！屋顶上能遇得到哦，会打架哦。会啊。好惨。那是丢困扰的吧？啊、哦，不是丢毒的。喂，咦？你看招式是太痛了。来，给我看，给老板看，老板。啊！哦，三个金，不知道会打我。啊，我。你说你老板吗？因为我还没给他看到，可是我一直被怪打了。哦，求雷魔了魔他，求死哦！打了一下，打不完。打不完啊！熊猫麻婆豆腐的点在哪里？熊猫麻婆豆腐啊！小当家，就是小当家的梗呢、啊。哦，太久，我很久没有看，等我看我就忘了。啊！招式要用完了，去找球好了。哎、欸，我这个了。楼上打 boss 哦，那团团要打 boss，、啊、老板要打 boss 的，那、嗯啊、我应该 RPG 会，嗯，他们，哦，勾魂眼，利欧路灯。哦，108等哎，哇塞！到底会不会赢？八法加拿铁，八法加拿铁。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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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这只是换
啊，三星。点帅哦，赢了。小拳石，不理不理他。高级球，哎呦，路上小心。力欧路见不平，很多可以玩哦。这五条有没有可以再加一个马？马力欧路，马力欧路见不平。哇，到底是力欧路见不平，还是马力欧见不平？太长了。水炮是啦，嘿，又有 boss， 超能力 Z， 一招式都不能用 QQ。我觉得这种有时候真的会有点小小的遗憾，嗯，就打到不能用，嗯，也只是玩 PO 一新的一季玩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招式被 nerf 一样。boss 跳下去了吗？是。利欧路西法。路西法。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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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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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正常的。新北市板桥区地优路三号，直接变地址了吗？地址。地优路八段七号。昨天粉好像换了，他那个没调金子啊。好、啊。喵，干嘛？哎、欸，移动光源，我、哦、可以开哦。可以啊，我都没有开，难怪我今天在那边说，你说走路的时候可以发光，我不知道。显示色有点调。拉普拉斯有没有人要？四星。拉普拉斯。嗯。我想要打五星。动态光源，这样就有了，是不是？哦，对啊，我终于不用一直插火把。恭喜！真的学到了，学到了。你要打吗？约还是来问问？如果没有人要打，我就自己吃掉啊。来了。有机会拿到啊，东西、啊。对耶，好像。对啊。好了，我来来来来来。我又刚好满，加发发刚好满。是有算我吗？还是没有？有啊。进来啊。等，我在被怪撞啊。我等下不见喽。来了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补好了我补好了，它是哪一什么属性？水冰。哦、冰。冰是不是用格斗可以扁？这么下面冰啊，睡格斗可以，好走。好、啊啊，好了，僵尸，僵尸，僵尸，遇到神怪砖呢、欸？对，遇到神怪砖，我就有遇到蜘蛛的神怪砖。去吧，去吧，皮卡丘，打他！哦，妖精宝石效果，我觉得交换你一掌他就半血。对呢，我总是带这只，我的，我要拿格斗扁他的啊，格斗比较痛。怪香肠，哎呀，
你还是去逛香肠好了。你是去逛香肠。冰打快龙四倍、哦、我觉得不太像四倍啊。他没那么容易把我打下去啦。哇，发发也100了耶、欸、太狠了吧。对耶、欸、哇，发发也是完爆耶、欸、太狠了吧，狠了耶。下去僵尸算恶系吗？可能哦。没有特别幽灵吧、欸、幽灵吗？啊，水开。哎呀，没有。那骷髅算什么系？猴系。我这是猴系就好了。应该地面吧。是吗？那苦力怕咧？草系。我要火系啊。哎、欸，不对，大字报是不是很多都可以学啊？对。这是什么呀？哦，拉普拉斯万奶茶。哦。听起来不会，感觉没有不怎么好喝的感觉。丝袜奶茶你没喝过？我也没喝过，我也没喝过。利用露天拍卖，露天拍卖，你是不是有工商？哦哦，是不是有工商啊？好宅。页面是飞行器，对对对对。应该是飞行器跟二吧。那这样那一块每里面都有二好不好？哦，说的也是啊。那好可爱哦、喔，是绝绝兔在隐约的火速区在走迷宫的样子。他卡在里面了。嗯，走不出来，然后气到去踩点。隐约的天，哎，哎，这个极控石到底可以干嘛？不知道，还不知道。好多，还好像还没开放的，好像。找不到村庄了。老板，请你吃。84的，我来吃糖果好了。我到现在还没嗑过半颗哎、欸。我说11颗。你还没磕过半颗就练到这个等级，其实也很厉害、欸。对，我也是想说，就跟你们一样、啊，有想过要就是磕到爆，然后再去慢慢收集糖果，这样给其他。嗯，对呀、啊，用钱滚钱。嗯，对啊，这个也太不我是谁了吧？嗯啊，怎么了？嗯，我看一下。天，什么东西？来猜猜我是谁？嗯，都已经半透明出现了，怎么会半透明？他没有弄好，死神官要吗？哈基幽灵哦，自行、哎、死神来了，我来了。我就不要收板，还有人在吗？自行死板。No? 好，你开始了吗？还没啊，还没。你怎么那么紧？不是，因为我刚好在回哦，观众。对他一定是皮卡丘，大家看就知道了。来吧。哎、欸，等下我怎么点不了？哦，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抱歉。棺材本，棺材
死神棺材板，他感觉很辣、欸、就是那种会用那种辣到死，对，辣到死的那种辣椒做的。我防备降低了。死神棺材板。哎、欸，其实花莲的棺材板蛮好吃的。为什么是嘟嘟好小香肠、啊？哦，对，嘟嘟好小香肠，对对对对对，那、啊、好小。开奖喽！爆炸保护，我睡他零点三炮。圣坛漫游，你还敢跟我交易？天界之敌。哦，你也中了，哦、恭喜你。你如果有个格斗的石板的话，好了，那个是可以召唤一只 USB 的神兽。他插什么石板，这、哦就是什么属性？哦，可是我没有大师拳，就等啊。那、嗯啊、你们去那个游乐园打、哦？游乐园打，我不知道。打一个训练家，他会送你打赢话，他会送你大师球。哦，这图书馆快递。没事，我先练满，我再来考虑这个、嗯。先好好收着。你要想他会飞哦，你要想一下哦，再想想，再想想，考虑的，考虑的，考虑的，再想想，再想想，你唯一可以飞的咯，对啊，格斗、哦、唯一可以飞的，没有啊，目前我们目前，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飞？没了，对不对？还有什么？格斗系不是没有可以飞的吗？就他，就他啦。你说哪一只？阿尔宙斯啊，就你的笛子啦，那个笛子。啊哦、他还没搞懂，你是不是？反正他是你插什么晶片上去就是什么属性，所以插格斗上去他就是格斗系，但他会飞。哦哦，是这样哦。哦，你是真的懂了吗？嗯，有、啊、大概懂，大概懂。有啦，我有看到阿尔宙斯格斗属性，拿到来。他长得好丑，他很好啊，有一个外表的好啊，爽啊，好啊，好啊，哦，原来是这样，对啊，对啊，所以找 USB 宝可梦就是他，嗯，对，我没有格斗失败。所以脚印人不会，他有飞行，但他不会飞，他飞不起来。不要勉强他，好不好？对，虽然是阴人，但是他只是披风而已。嗯。像嘟嘟也有飞行系，但不会飞啊。不能叫飞嘛。我刚喂老板吃东西吃一半。村子村庄这么近啊！你们两个村子好近、啊。老板，请你吃糖啊！假糖啊！假滴滴贵乎你啊！克拉克罗斯可以吗？没试过哎、欸。嗯。嗯。1V 2V 3V 4V 5V 闪电鸵鸟是怎样？闪电鸵鸟就是六等，看看你有没有读对书哦！冲击，丝绸之处啊！还谁？已经有人学丝绸之处了，很可惜。还谁？还谁？你下去有一个卖八块的，你卖九块，你知道下去了。下去了。
白痴。冲浪。哦，我要跟同仁说，是你说的。啊？难怪老板都原来是狂味糖果。哦。等一下，怎么了？是在房子里面卡住吗？算，电子音，电子音，啊，这伤害这么高啊！啊，组织里有一颗糖果啊！啊，这个，喂，经典糖果，对啊，快要练到6B 满了，终于，哇，哇，你花好多时间在那，我靠，真的好有心哦。其实主要是运气好哎，说，蓝心要说什么？我说我在等，你也在路途中了。我五 B 很久了，哦，反正我这次也可以跟小雨那只借他用了。我现在想要更多的红线，红线，嗯，因为繁殖需要很多红线，哦，一对就要一个。你要不要在门口放一个红线征收箱？红线什么诚实箱征收，要不然你用一个那个月老庙有没有，大家可以放红线把自己的红线拿进去放，是不是？对对对，大家不要的红线。然后之前不知道是听谁讲的，不知道在那边胡乱还是干嘛、哦、就是那时候在台南有一间还蛮有名的月老庙、哦、然后就不知道是谁传来，我已经忘记谁跟我讲，然后说同志不要去那间，同志去那间会传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啊，很多都嘛是说不要去哪边会分，哎，就是去那边会什么，没有，那间好像蛮有名，就是求姻缘好像蛮有，也很多都说淡水情人桥不要走会分手啊。那讲这种话是不是、哦、对不对、哦、有些走过没分、哦、有些走过分就会说哦好准哦，走过就分手了、哦、那种感觉啊。毕业了，哎呦，毕业了，有修补了，哦，恭喜，修补修起来，恭喜。多少绿宝石啊？十颗，哇、哦，便宜哟、哦，好便宜哦。我有在这里。啊，S 辛苦 ，T C 一号 ，C 号 H。哦，这十二颗绿宝石。十二颗？没有特别在挖。啊。对。我可以先换个四本出来，那么多、哦，我身上有40颗音乐、啊、来音乐来音乐，您辛苦了，来哦哦哦哦，哇哇哇哦哇哦，好多铁，哇哦，什么这样挖爆了，毕业了，我终于毕业，终于找到学霸了。对，毕业了，先买个我也来了啊！对呢，要输呢。来，我这里很多，我有好几组，因为挖书柜会掠夺到书柜。来，书本，我很多。哦，谢谢，我先买个一本。哪一只？我把它关起来了。哪一只？对，哦，妖灵的啊啊啊！我终于毕业，恭喜你毕业了！哇，真的是谢天谢地！其他村民松了一口气，不用再被砍了。他们都吓死了。终于找到有一个会卖修补的。
够了，村民的英雄，够了，哇，两万九，快三十万格，三万格个百千万，这是什么？露琪亚吗？对，露琪亚，哎，露琪亚，对，五星。哦、你说潮汐的道啊？对，露琪亚，我要拿，我要拿，我要拿那颗球直接抓了大师球。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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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土只剩一个，等挖一下。水上吗？等一下，我的荷叶嘞？我的荷叶？没没没没，我现场挖。负一负一，反正来了，鱼来了 ，OK。来了。对，九个土共。玻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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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直接玻璃啊！哇哇 我这个都是直接，你们这是超小，这个是在干嘛啊？对，要中风了。那什么？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他没有啊啊！对，他有飞，对，这样可以。我没办法，我只有好够了。老板最大，老板最高等。重点，他会是狂回血哦。哦、我那时候打到七六七十趴又回血，六七十趴又回血。等一下，我要用什么属性打他？飞行跟超能力，我要用什么？让我看看。超能力打他会痛吗？超能力打飞行一倍啊！是，我是看反超能力。你看杰克贴的那个电冰岩石幽灵二。电哦，我可以用电打他。好，我用电打他。压超。飞压超，他打电冰幽灵二。对。哦，我有二了。哦，为什么我？哦，我的特性禁用了他的超能。哎呦。挨顿哦，挨顿的啊，好可惜，连打不会多，对吧、啊？顿，对吧、啊？可以消顿的话，那就很棒哎、欸，就连打的招式就很适。流氓熊猫，你96等哦。就刚刚把糖果丢了，蛀牙了，蛀牙了。回血洛奇哑口无言，你们今天开始把他取缔了吗？好烦的。他们刚水军就开始了啊。对啊。奇迹话可以一直打两个字道，可是要找那个 NPC 啊，我们还没抢完。对。有人下去了。哦不。不。去咬他。打穿他的盾。有了，过也太多了吧！精神之牙，哇！我只有高级球，直接赌高级球了。打四球，吃饱了。叮啊！直接打四球，哇！因为这只我是可以用的啊。你哪一只神兽的飞行不能用？神兽很多飞行哎、欸。是哦。对啊，看三神鸟，洛奇亚凤凰。哇，都是神兽，对啊，去抓全部全神兽来打架好了。那你看拉蒂欧斯、拉蒂亚斯，哎呦，很香哎、欸。所以下午就跟杰克聊哦，其实飞行系才是要被 ban 的呢。对，全部都是神兽。对啊，因为神兽大部分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嗯，布拉多，布拉多不行。对，神兽之耻。洛奇亚齿白是怎样？洛奇亚牙拔了没？哭啊！阿纪亚牙拔了没？牙齿拔了没？
洛奇雅斯娜，哎呦，还有雅斯娜，哦，好像不错哦。我来看一下他的属性哈。是晚上。洛奇雅斯哦，嗯，洛奇雅斯哦。你觉得早上不是在打雅斯吗？对。打雅斯？还是什么？是哪一只雪？你小熊。哦耶！ Oh、yeah, 我们的锤锤可以用啦！大家有经验修补可以用啦！感谢雨月，我找了一整天啦、啊，终于啊！那个幼基拉斯完蛋啦，打他有绿宝石啊！哦，对，对啊，先来问你什么事？啊？不是、啊、不是不是，就是秃秃鹰丫头过来撞我，在看东西。我知道啊，雷击那个我就神兽一般很少啊，被 gank 了，被 gank。你怎么了？怎么了 ？Tommy， 哦 ，Tommy， 哦 ，Tommy 要 Tommy 要什么 ？Tommy， 你又想加名字了吗？对啊 ，Tommy， 洛奇亚洲花季 ，Tommy 开朗基罗，开朗基罗，你现在知道跑到我腿上就可以，就会被蹭了，被摸了。哦、波基不着十八米，怎么夹在中间？我刚好也对啊，不着是 Tommy， 不是是前后啊，倒是 Tommy。Tom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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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什么的，小傻娇，哎呦，绝佳，哦，已经把他毙了，对不起啊。我以为还没有二十判换绿宝石，对，有那个吗？虾卢卡车是怎样？卢卡车修补。修补耶，两只稿子都有修补了，睡啦，可以尽情挖矿啊。嗯，对，至少两本。嗯，两本。多挖矿的话，拿甘蔗啊，拿甘蔗去换啊，拿甘蔗做成纸跟他换换绿宝石啊，或是你把它做成书本，他也会收啊。哦。我抓到了，好，我在干嘛？你是多少的？哦，六十二哎，你好像很棒哦。速度比较慢啊，特工是强的、啊。那是不是就练你的？五十六十二，哇，猪啊，要把你换下去了。五花没了，哎、欸，这都是特工的，刚好。我需要他。哇，我猪小牌又回来了。猪小牌。猪小牌。哎、欸，哦，这次好饿哦。猪小米，猪汤米，小猪汤米。猪头米，你这是偷马的、啊，太多了啦！偷马哦，我觉得还是吃的比较好笑。我觉得只有加一个字的，除非要很有梗，不然好像还好。嗯。
而且刚讲不知道为什么五个字都会念起来特别顺了。对啊，二三二三配或三二配啊。嗯，满段包租婆。啊，打这个不会有经验修补哦。然后三六，三六。我、哦、看这个就好了，等一下哦。嗯，八八六，好，八八六。嗯，猫猫，都是猫猫。哎、欸，真的哎、欸，猫猫、欸，真的，猫猫，都是猫，真的。猫咪都是你的猫，它、哦、是你的猫，在我的脸上。啊，我的北斗力孤神拳是58%哦，就剩他没有超过60%。哦，好吧，剩他的，要打进，所以我只能用普通的钓鱼吗？哇，那这样子难缠。对，感谢。不然再打下去，我会哭下去。哭的，哭了。红石，修工去喽。钻石矿。幽灵宝石，哦，宝石类很多呢，那是只用一次的东西，真的很不会去用它哎。对啊，那宝石就拿来做装吧。一做装？没有，宝石不行。哦，它是说那个钻石样子那个东西。哦，那个没办法。挖矿了，好的。好了，怎么了？嗯，挖矿，你挖矿，我要锤子放副手、欸。哦，好，怎么都没有集，没有看到集聚的光呢？咦？呀，老板的移动速度是不是变快了？嗯。红宝石，因为啊，对，想起来了，想起了什么？我要去学那个奥恩，哎呦，哇，断手，嗯。过去的路，冰晶石。哎呦，啊，来去把东西弄东西卖一波好了。哦，我其实也都还没有找明星卖过东西。对，我也是。你是谁？我是谁？历史相。两星的，一星直接把它打歪了。对，然后我觉得电光一闪又很棒哎，想说有时候帮他们破啊，打胶放一掉。啃果虫，哇，有波克比大小哎。咦，气势头带配自爆，它会活下来吗？我不知道哎，你的头带可能会爆大爆掉。好认，十二点了，对耶，我换下一只，把撒娇卖掉，等下要断，海参铃铛，深海铃铛吧，它是海参铃铛啊，哦海参哦，海的声音，哦，
气，我啊，我一拳爆了队友的卡比兽。哦，太活了，太活了，太活了，一样会死掉、哦。那海森林大概是叫洛奇，嗯，就是他有量的时候，就洛奇亚可能在附近。哦，啊，安抚之灵呢？这我就不知道。安抚之灵吗？对，提升好亲密度的吧，你按虚符看看。哦，虽然不是那个，对。好，我们圣怪砖的话，理论上都是敲掉的，不会留。嗯，对，对啊，看到就直接敲掉。嗯，对。三合一奇怪，三合一奇怪呢。哦，他会放金属音呢。哎呦，我还没有把它组起来。不是这个。哎、欸，亲密度，109啊。利欧路人甲啊，他进化好麻烦，要亲密度哎。是不是该狂喂他果子？龙之鳞片又可以干嘛？好，忘记了哎。啊，不要歪掉，不要问他杰克。嗯，好。我们还有5分钟。嗯，5分钟，白痴哦、喔。对，剩5分钟，要重开了哦。对，我把三地龙叫出来。完了，完了，完了，是怎么了？什么意思？因为重开。宝可梦会不见啊？三 D 勇哦，你要那只是要合成出来的，就你做电脑有机会得到它四个的配件身体其中一个。哦，我有拿到一个，我拿到它的脚，我想我接下来还想说这什么东西。蓝色有没有啊？没中。彩虹形态又是什么东西？都放上去，都放上去。哎、欸，不是吧？我的北斗力孤神拳怎么一下就被拍死了？北斗神拳是假的哦。这它是假的，是不是？假的？你是不是在开我玩笑啊？没点到位置啊？没有。我没有选，说我啦，观众在问我，哦，抱歉，42，毒击，啊，他死了，好，再见，算了，盾发羽毛，啊，猪小排要进化了，非常可爱，穿着三角裤的小猪。进化了，我、哦、抓到了，好了好了好了，啊，你还有可以啦，时间还很久。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哦，彩虹心脏就是色维，真假的？内敛。红色之羽，它是可以让宝可梦转为彩虹形态，所以这东西直接让它变色维啊、哦，真假的？你拿到什么东西？红色之羽。哦。哦。这是可以让它直接变色维，然后给它这个是不是？我还有2根呢、欸！哇哦，你好像很开心哦。就是我差点把它放去说，大家都随便拿着箱子，你知道吗？好，好，好，随便拿。谢谢。可以去看看啦，搞不好里面有宝啦。我只搞不好不知道都被我放进去了。你放哪里啊？我家外面有个箱子，上面写免费。哦，那所以彩虹之羽可以吗？应该是不太行如果是这样功能的话、啊、那应该是不太行啦、啊、可以啦不行啦、啊、可以啦你那么帅你那么好这个吗免费是这本来就知道大家都知道是 这不用讲了你安抚之灵不要、哦、安抚之灵对啊因为它只是加亲密度啊没有用啊啊你将来如果培育到要亲密度怎么办因为那你先借我，
到时候再看。你就拿去吧。在哪里？我是放在哪里？哎呦，爱路啊！没有被路撞了，四季路。四季路啊！四季路啊！路啊！往哪去？我来去卖一波金钱好了，身上一堆可以卖的道具。你们看有没有可用的，跟我说，我拿下来。对我可用的啦。阿王铃铛帮你放在右下角。哦，好。哦，是谁？没有气势。六度的进化要轻一度，没有气势头戴。你要气势头戴，我给你啊。你不是没有多的吗？嗯嗯嗯嗯，我没有说过吧？哦，那你来功德箱前面。功德箱前面。嗯。哦，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给你。红牌好像有用处，我也记得哎。龙属性的话，带有。有金属。哎、欸，他记。哎、欸，红之羽毛好像是特定宝可梦才可以用的。哦。因为其实下午有人说，因为那时候不在抓那个雪拉比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好像说什么对哪个神兽点红什么鬼东西的羽毛。哦。哎、欸，你试试看啊，不知道是同一是不同一个。好吧，他原来是如果是固定可以用。只能固定那几只，那就好像没什么用了。嗯，丝巾拿一拿。休息了，休息了，太无情啦！是棺材，休息啦！大家棺材啦！已经毁了。好啦，休息了，谢啦谢啦。杰克在直播，但是他没讲话，我在楼上。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拜拜拜拜。资金拿一拿，好的，感谢感谢。